9.250 的得分。接下来出场的呢是来自于新加坡的选手柯林。他呢是在第12届的比赛当中 9.53 分拿到第七。上一届呢是没参加，这一届看一看。箭术方面 9.086 的得分排在第15位。拿拉扎。这刚才这两个动作好，腾飞得接做盘，外边连接马步，上步这是助跑旋风脚接单叠步啊，应该叫借贵步啊，那不能叫单叠步，属于男拳系列的。是，对。好，抛枪外摆连接枪啊，接住了啊。这下接。抛接接住了啊，架枪，好扎枪，好好的云枪脚枪，好斩枪，这一系列都来了啊，很漂亮这枪啊。好的，云枪行步。哦，这刚才有一个万花的一个抛接啊，点枪崩枪啊，这滑把腾空飞腿接侧空翻云枪，哎，做了一些花活啊，绕颈，对，这个很漂亮啊，这个运动员如果能自己创编一些动作，来拿扎这个就是看功底了啊，这个翻腰穿，这个翻腰接枪，还有这是瀑布定式，并步崩枪，好，这是虚步定式动作，哦，这个漂亮啊！哇，一个横叉的结束动作，对对，这个是绝对有想法，整个他的枪整套的编排有点创意啊。这个分数应该不会低。嗯，这个柔韧确实是到位啊。你看他那个横叉，嗯，基本上他的腿和这个地面是无缝相接呀、是。嗯。参加完第12届之后，蛰伏6年。对，新加坡的选手，看来现在新加坡他们整体的水平，确实是啊，9.503，哎呀，有一个点，有一个晃动，A 组扣了0.1，C 组是满分。